它掉下去了。啊？那怎么拿？那怎么办？还能拿起来？你拿手拿下来吧。它在哪儿啊？我找找。啊？它去哪儿了？这怎么办啊？这怎么拆啊？它去哪儿了？它应该在这边的附近吧。这怎么办啊？在哪儿？哪儿丢下去的？你倒水干嘛？想让它动一动啊，让我看到啊。这怎么办呀？它会死掉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如果在这上面没有水，时间久了它就会死的。我去倒水，你找它。你去，你去，去。找到它了吗？哎，找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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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这，不是它怎么出来呀、啊？它缩成龟壳了。你拿根筷子来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哎，这是你用的那根筷子。找不到了，哈哈，那个乌龟向哪儿去了？差一点点就够到了，啊，累死我了。那怎么弄？你说你非得带出来，带出来你又不管它，你怎么一点不着急啊？啊？哇，你怎么不着急啊？Andy， 这个乌龟是谁养的？干嘛？是我养的吗？干嘛？你养的吗？干嘛问我这个？妈妈跟你养的时候跟你说吗？我说不要轻易养乌龟，要养你要好好喂它。不行啊，它在哪儿去了？一点都……让我来试试。嗯，这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动，好了，哎呀！我终于把它找出来了，别走，你每次一到擦脸油就逃。出来，哎呀，这个擦脸油怎么了？这个擦脸油怎么了？它怎么变成黄色的了？怎么了？没有。咦？咦？呀，这个擦脸油怎么又变成红色的了？早知道你喜欢骗人。这个够到了吧？擦到了吗？问一下，给你点两个。点哪？点你的微笑的地方，你摸摸微笑的时候，擦一下你巴巴巴的位置，你为啥还往旁边擦，你不往里面擦呢？妈妈，你不用你那么辛苦，都让我拿。你不用剪子都能打开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么厉害呀、啊！你都需要剪刀帮忙，我都不需要。小心你的手啊！好的，别抠的。那子啊，要坚强一点。那子啊，要坚强一点。哇，我打开了。来，垃圾，快去扔了。
这扔哪儿吗？嗯，贴纸，贴纸就不用了吧。玉琪，收，不要转移话题，那这堆垃圾去扔掉。这么多，还是刚才那么多的吧？垃圾多还是玩具多？玩具跟垃圾一模一样。够，快去吧。送两趟就行了。送两趟就行。爸爸，又早上 ，Good morning， 你好吗？你睡得好不好？送完一波。这，哥，不要往下掉。咱还有一个，回来。还有，不要掉，杜琪。先送几波吧。好，再见。妈妈，我这一趟一趟的也太累了吧。先放在这儿。好了。我先撤退。小家的妈妈处理。哦，对。快来变，宝贝儿。我觉得恩恒平时在家里呢，除了追猫追狗之外，他就爱坐在那儿玩玩具，有时候坐的时间比较久，那总觉得这些时间应该多过他运动的时间，那么就应该让他现在有一个运动意识的养成。看，我们的游戏要开始了，关上电视吧。左手在四，右手在八，左腿在九，右腿在三。对齐，你看我。不看，我就不看。你看我。你看我呀，你能做到吗？哎呦，谁发明的游戏？来，我给你摆一个。我想看动画片嘛。画半天写半天就为了逗你一笑，你都不捧个场。那很难啊。不难，我教你。教也没用啊。你就站在上面，六七二五嘛。我脑子不好。我但我不知道左手跟。你分不出左手？对。哪是左手？错了，这边。哪个是右手？哪个是左脚？嗯，左手在一，这边吗？一，左手在一，哪个是左手？对，右手在四，啊四，对，左脚在八，八在那儿啊，掉个儿啊，脸通骆驼，八就够得着。啊，左脚在八，换腿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右脚在在三，你分，哎呀，杜雨欣你太好玩了，再来一回吧。我给你看这个，这谁呀？你看爸爸厉不厉害？你知道爸爸怎么变得这么厉害的吗？就是因为热爱运动。男生要有男生的样子，这就是男生本该有的样子。四。快快快！琪琪，快来救我！啊，你被抓跑了！琪琪，帮我啊！啊，我要被狼抓走了！
我们要救妈妈了。OK， 从你们开始，你们要把这个断过去，跟我一起推到那边，然后把妈妈推回来。三，先从左右，左右。OK， 三二一 ，Go。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接下来不然太长了。右，右，对，左，前左。左右，妈妈一左右，左就有用。有用吧？加油 ！And 三二一 ，Go！ 左右，左右，左右，左右啊，哥！大姐，大姐，我说呢，又要动啊，又要救，推推推，快一点 ，OK go， 我马上就 ，OK go， 直接过去，对，非常好，啊，等一下 ，OK 停停，今天我睡醒了 ，Oh no， 怎么办？哇，谢谢谢金狼，我心情好，你们可以救走一个妈妈。要救哪个妈妈？我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三局以上。你们石头剪刀布吧。你要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再来一次，石头剪刀布。哦，那肯定是我了。I'm sorry， 妈妈。压倒一下。快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对，非常好。快点，对，非常好，够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小心，加油，够够够，谢谢你救我，快点，那现在他们可以了，对，就这么养着就行了，这螃蟹还有个吐泡泡呢，我觉得它这个里面水太浅了。你想吃我的饼干吗？哎，小一，你想玩我的小奥特曼吗？你能像奥特曼那样厉害吗？你想搭积木吗？爸爸，妈妈，我必须得加多一点水。那你继续加吧。在干嘛？就是我要把它弄到浴缸里，但是浴缸里只能放一种。可是他们说他们都要去。鱼跟螃蟹不能放一起啊，那个小虾也不能跟鱼放一起啊，都被他们吃掉了。可是螃蟹说他是他的好朋友。你先把螃蟹拿过去吧，一会儿再拿鱼吧。你们在这里开不开心呀？哇，你接的还是热水啊。咦，是热水。是啊，你接的热水，他们都要熟了。我害怕。现在是这个是哪个是凉水啊？现在就是凉水。真的不会熟。你是小老板吗？哦，大老板。
你要来练习上班吗？我们明天就要去上班哦，因为你是小老板啊。我要卖钱吗？对啊，我在帮你做钱啊。做钱啊。妈妈先教你那些东西是什么什么什么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叫做收银台，就是呢，它会有一个很这么大台的机器，然后呢，客人真的会给你钱，然后你就说谢谢，然后把它放在抽屉里面收好哦，这叫收银台。然后假装你是老板，爸爸是客人，爸爸是客人。OK， 我在旁边看哦。好，准备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噔噔噔噔噔。不是等等等啊，你要先说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是老板吗？对。请问老板，我想要买一个 banana， 请问有卖吗？有。我还想要一个玉米，请问有卖吗？我还想要买一个贾静雯，请问有卖吗？有，谢谢。把我灵魂拿走了。那贾静雯多少钱？四哦，一块钱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请问可以刷卡吗？好啊。哦，你说买卡。哦。你看，哇，这个是无限卡，不管多少钱都可以。这是黑卡，可以刷吗？我这样可以买贾静雯吗？那可以，我要真实的，我要真实的一张无限卡，无限卡哦，把贾静雯带走咯。不要哦，你说不卖贾静雯，不卖贾静雯。你说贾静雯是我的，那你要把钱还给我啊？那钱也是我，那这个也是我的。我最爱吃的玉米的。好了，这样你懂了吗？懂吗？明天要做这些事情好吗？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那我们要来发制服了，制服。我们第一个要发的是有吴崇宇，那这是你的制服，先拿好，我们等一下请妈妈帮你穿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拿好哦。第二个小朋友米娅，好，哥哥，我们现在要发胡千允，有，好。最后一个是布布，那这是你的衣服。好，要上班哇！你们穿 7-Eleven 的制服耶！帮你们拍一张，太可爱了。我们先要先洗手，手来把手手伸出来。我们要用这个。连水洗的洗手液啊，可以抑制我们的细菌哦。好，搓搓搓。我们要跟妈妈说拜拜，我们要上班喽。再见。你要不要跟妈妈拜拜？哦，拜拜。好了，我们等你下班，我们再来接你们哈。我们先去看电影哦，哈，拜拜。好，待会见。米娅会给你，妈妈在外面喝个咖啡就过来了，好吗？你要陪我啊，你要上班啊，我们就下班就来接你。你先去上班，因为上班有好多事情要做。等一下我就过来了，好吧？我去喝一杯咖啡。我要陪你。你跟米娅一起，看米娅小。米娅陪你，好吗？先上班 ，OK？ 好。集合了，我们要上班啦。
妈妈妈妈妈，你听妈妈讲，妈妈会在，妈妈会在，你不要哭哭，妈妈会在，好吗 ？OK， 乖乖乖，今天是小店长，我们要上班，只是棒棒的小孩，你看他们都在里面，哥哥都在那边等你，而且你那个有一个 Hello Kitty 的玩具。有没有在哪里？你要跟米娅讲，要把它挂好哦。加油！那边哪里有 Hello Kitty 那个？你等一下带米娅去。哇！哦，有客人来了，有客人来了。有客人，老板。说谢谢你。谢谢。谢谢你。你说你好。说吸管在这里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带钱。先回家拿。先回家拿吗？阿姨可以帮我结账吗？哦，有了。我要拿这个。好，换布布逼一下好不好？交换好吗？交换好吗？那我啦。交换谁帮我逼了？我。换你帮我逼，好。那 B B 呢？帮我逼一下这里。好，好了。多少钱？诺诺不可以抢，不可以抢，不可以抢。我削的也是我削的。怎么了？我削的。上班不可以吵架哦，来，先给店长阿姨。先给店长阿姨。好，来。先换我啦！等等等等，先换布布，来换你。换我啦！等一下，米娅，你先放开。好，等等换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妈妈跟你点。你自己放开，我等一下想要点一个冰淇淋。我要点冰淇淋。其实没有，虽然没有太多情绪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心中都有他们自己的小剧场，这是他们的世界，所以只能是说，在没有最后关头觉得不可控制的情况下，都是要让他们自己解决。有些时候你让他去面对一些不同的状况，其实对他也是一种成长。妈妈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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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小任务，三个店长要跟着我一起去完成任务，然后布布，那等一下客人来的时候就要说你好，这个请你试吃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不要偷吃哦。那我们去看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整理的，这边就留给布布，让布布布。好，布布你在那边照顾好哦。来，米娅来。不要。不可以吃鼻子，不可以吃。米娅。脏哦！有客人进来了，你们怎么没有喊欢迎光临呢？布布，有没有客人进来啊？没有。你有没有偷吃？你没有偷吃，那你有没有给客人吃？有吗？你有没有看到客人？刚好有人来了，那你给这个阿姨吃，这个可以吃吗？你说欢迎试吃，可以哦，那我拿咯。嗯，很好吃哎。那这个在哪里？我可以拿一个吗？这边，走，我们去拿。谢谢，谢谢你。那我直接去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
他刚刚就两个吗？嗯。哦，好棒哦，你都没有吃哎。那，你很棒啊 ，Give me five， 耶、yeah. 嗯。你吃吧。我可以吃吗？你可以吃了，因为刚刚你有完成不要偷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都是你的，好吗？穿啦，他穿小背心啦。没有啦，他脖子衣服，脖子也是。脖子有啊，脖子有花花边，有蝴蝶结，好可爱呀、啊。七里来我们家玩，七里来我们家玩。高兴吗？心如。待会见，米娅要来耶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大家发现了，气open 了 open 气气什么？气小心哦！啊，没事没事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你去好吗？没事，你去好吗？车车，让你玩，好棒哦！我挂喽，还是挂紧一点哦。叔叔不要，叔叔不要过来哦，叔叔不要哦，大家会扑到哦。好，开了。蜗牛，绕圈圈，绕圈圈，有没有好玩？去了家里，进来喽！米娅，他帮米娅准备。水果，来吃，来吃。那你要开车去送给布布吗？好不好？我帮你放在你的后车厢。好，布布，你看米娅有东西要拿给你。那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跟布布说什么？这个给你，我要换一个这个。这个给你，我要换一个。你想跟米娅说什么？布布，你要跟米娅说什么？脚要动。脚要动。这边吗？